学佛的人都知道有因果，但很多人不知道谁主导因果，谁在过程当中记录所有的善恶。很多初学的人都有疑问啊，请法师慈悲开始。这是真的，这个因果啊有记录，而且记录得很详细，一条都不会漏掉。什么人在记录呢？你自己阿赖耶识的在记录，绝对不关别人的事情啊。佛菩萨不会记录这个事情啊，阎罗王也不记录这个事情啊，上帝也不会记录这个事情。谁记录了？你自己，你自己起心动念，阿赖耶里头落种子，那个种子就是记录啊。那我们今天讲印象啊，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啊。佛在经上讲，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造作的这些善恶无记种子，如果它有形象，形象再小，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啊，你就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。但是这个东西不怕啊，业习种子不怕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烦恼即菩提呀，生死即涅槃呢，这个你们都听说过啊。怎么样把那个烦恼，就是恶善恶种子转变成菩提？菩提是智慧啊，这个种子不能消灭，种子如果消灭掉了，那菩提消灭掉了，哟，那真的这麻烦大了。不能消灭，转变，转烦恼成菩提啊。问题是你要会转啊，转生死为涅槃啊。佛法是讲最妙的、最高明到极处就是转啊。你怎么样把恶人转变成善人，把你的冤家转变成好朋友，你会转啊。决定不能够对立啊，你会转了。楞严经上讲得好，若能转无则通如来，你要会转的话，样样都会转，那你就成佛了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的本事就是会转，我们的本事就是不会转啊。不会转呢，你就受着业力，受外面境界转，那很苦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啊，处处要受境界折磨，你会转呢，境界折磨不了你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转，那个转变的核心就是智慧，啊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大般若经上告诉我，智慧有两种，根本智、后等智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会转呢？这个转是后等智啊，就是智慧的应用啊。啊，我们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根本智，那你哪来的后等智？啊，根本智是什么呢？般若经上讲的，般若无知。无知是根本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是后得知，无所不知能转万物啊。但是无所不知从哪里来？是从无知来的。无知而无所不知，那我们今天恰好相反，我们是有知有所不知，这就完全相反吗？这就叫迷失了自信啊。现在人家求知欲，求知的欲望，这都误导众生啊。你求知，那你就什么都不知，求知是就变所知障啊。
啊，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戒定慧来的。啊，这诸位一定要懂。啊，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他之所以能从凡夫修成佛，靠什么？就靠戒定慧。他教化一切众生，也不离戒定慧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头一个就不想持戒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所以就不说别的啊，我讲的最简单的东西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听新闻啊。如果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这个心念头永远被现在这个传播媒体啊所控制。啊，传播媒体在主导你，你不得了啊！传播媒体是什么呢？大魔王，他在折磨你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认识他了。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你见怪就不怪，你只把他看穿了，他对你就没有影响力。我把他看穿，大魔王。天天在搞是非啊，教人做杀盗淫妄啊，完全破坏戒定慧三学，破坏伦理道德啊，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就可以了，不要接触他啊！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要从这个地方开下手。学佛呢，要从十善业道，从《阿难问世佛偈雄经》，从十善业道啊。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是《了凡四训》《安世全书》啊，他老人家在这个文韬里面多次赞叹，他说《安世全书》是英国讲英国的是最好的一部书啊，《感应篇》汇编呢是第二啊，《历史感应统计》都排到第三去，最赞叹的是《安世全书》。安世全是文好义好啊，里面所举的这个例证啊多好，多读多看，从这个上奠定的身心因果，断恶修善啊。我们今天既然不重视戒律了，戒律也没人来讲了啊，所以就用感应篇汇编，用安世全书代替戒律，在这里扎根啊，你有戒，而后心就有定啊，定才能开智慧啊。所以根本智不是别的，根本智就是甚深禅定啊，它起作用就是后得智，无所不知啊，厚德之能转境界啊！啊，所以没有戒定慧三学，你怎么能转得了境界？啊，你决定被境界所转啊！所以这个要知道啊，不要怀疑啊，我们起心动念阿赖耶识十里面都落下种子，绝对没有一个漏掉的。啊，纵然这个印象很薄弱啊，自己过几天都忘掉了，都想不起来了，可是种子决定在啊，这个不是别人给你记录啊，大的善恶鬼神也有记录啊，这个无所谓，没有关系啊，鬼神的记录
还要在阿赖耶识里头调原始档案来对照，他又没记错，所以阿赖耶识是我们的原始档案，